我们的哦，既然我们连路都不能走，但是我们就是用歌声，用歌声来告诉他们哦，在外面的彩虹这一首歌就是要告诉大家但我们也要用彩虹的浪漫温柔包装好，让我们准备好，希望每一个人都把你的歌声唱出来，我们没有要跟你们对立，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我们都是这社会的一份子，那也希望如果你们要跟我们一起唱的话，欢迎。老师，我们音乐。哇，老师来了。是我倾诉的地方，当你哭着到天亮。来，大家大声一点。等待幸福的出发，那是情人节晚餐，却是我你的迷伤。机会不算太宽，唱着你的天堂。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很香，不因男人而受出去啊，就滚到那个啊，绝不妥协，民权绝不